天的这个天气是特别特别的好，海平面上是风平浪静，而且这个云彩今天也特别的漂亮。今天应该不会有，所以今天大家信心也非常的足。现在呢，高哥已经把第一杆下去了，先拖掉一会儿，看能不能拖到这个金枪或者是那个 GT。因为在这一段这一个区域的话，这个 GT 还有那金枪都挺多的，很多这个外来的游客租的船都在这个区域来拖这个吞拿鱼，就是金枪鱼。看今天那个高哥能不能拖到这个金枪鱼。现在鱼哥的用的这个拖钓竿呢是比较粗的，因为拖钓的话一旦中鱼一般都在5公斤以上，所以说要用比较粗的杆子，细的杆子的话它拖的时候就比较困难。现在鱼哥呢用的是这个尖头也特别硬啊，还带了这个垫脚，如果一旦中了这个稍微大一点5公斤以上的鱼的话，这个太细的杆子用这个垫脚的话，那个杆子有可能被拉断的。拖钓就全靠运气了。高哥现在是认真的把锚拴好。这个每次我们出来海钓，这个抛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程序啊。如果锚抛得很好的话，我们会节约很多时间。对了，是的，锚抛得好的话就会节约很多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你扔吧。好，第一条，这个已经中鱼了啊！哦 ，nice。鱼是小，哦，看，哎，不小哦。小八个八个，我估计是小八个八个。还会再踹的。第一条鱼有这个乘风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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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小连接哈，哦，有可能，小连接，还有多少米啊？还早的呢，还有150几米呢。我天哪！今天能瘦那么长时间？是这样的。还是手摇，现在手摇废了都。摇到手。出筋吧，蝎子经常不是说了吗？摇到我手，有时候都出筋了。对，你一晚上能摇个10条鱼上来就不错了。已经开始摇了吗？开始摇了。可以可以，不错。漂亮。不小了。我看一看，不小啊。不小不小。2斤有吧？哇 ，nice。这个鱼哥。辛勤的这个拉锚啊，他每次来就是拉锚，钓鱼是不可能的啊，挂在这儿了啊，是，哦，一上来就两条，来帮我拍一拍啊，哇塞，哇，两条两条的来啊，现在已经开始狂上，现在下午几点钟啊？3点，现在下午3点钟开始了，今天爆箱是绝对了，100%啊。OK。哦。哦，天哪！哦，石斑，哦，石斑，漂亮，这条鱼，来，我看，哦，石斑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这个鱼就是石斑鱼，哇，这个眼睛看起来，四线雕啊。
色的果树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石斑之旅变成了这个四线雕之旅了，不停的上四线雕啊！徐哥又上了四线雕，加油！四线雕。今天也是四线雕。四线雕，它从这个深水里面上来以后，这个眼睛彻底爆掉了，有一只爆掉啊，还有一只是完全在里面，你看一只大一只小，这个多恐怖！不，差点跑掉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晚上8:30了。这个水深80多米，那个陈峰就选择了抽铁板，这个很快就抽中了一个，应该是 GT， 还是比较大的这条。哦 ，good， 闭光 ，come in， 闭光，哦，闭光 ，no， 哦，闭光 ，yo， 不要让他跑了。哦，应该跑不掉了，这种。高哥也中了？没有，我们中勾到线了。哦，第一个，我看看，那钓起来我看看有多大，大概有。哦，六斤有吧？你的线在那个中间。哦，你挂到了啊？对。实在抱歉。好了，现在是晚上10点了。准备回家，这个陈峰这一条就是收官鱼啊 ，Go back。